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马马。很多想要申请出国留学学习舞蹈专业的同学呢，多多少少的都会有一个疑问：出去读书学舞蹈这个事情值不值呢？毕竟要花几年的时间，同时也是很大一笔金钱。另外，离家远去跟自己曾经的生活来做对比的话呢，是一个非常不同的人生经历。下了那么大的一个功夫之后呢，肯定是希望能够获得一点什么样的成绩。在此呢，妈妈就综合性的总结了一下，如果你想要出国留学舞蹈专业，那么大致上的你会获得一些哪方面的提升？第一点，